这是一段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，这是一个伟大与罪恶并存的人。他短暂的人生，匆匆而逝的王朝，如此生动而不可思议，如此辉煌而又伤痕累累。臣晋王杨广叩见陛下。吾儿平身。儿臣谢皇上。父皇，儿臣有一宝物要敬于圣上。哦，端拿。在。献圣上。是。妾身你，她是我的养母啊。阿嬷，你这是？父皇，儿臣久闻陛下常思至贤神女的养育之恩，特在扬州用儿臣节省下来的银钱为父皇铸一至贤神女金佛，以表儿臣孝贤感恩之意。朕兴有佛法，恩于四海，共修福业。朕的前身自从道人中来，由至贤神尼养于寺中。去年朕在宫中偶获舍利，病放异彩，朕以铜锤试之，一无所损。朕确认这是至贤神尼的舍利，并赐予各州郡建佛塔30处。传朕旨，定于后天10月初5日在宫中佛堂迎请圣母金佛，并昭告各州县舍利同时入函。这哎，来看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下去。竟有这事儿。仆役，杨广一向我行我素，狂傲自大，这多年不归，此行确实一扫往日作风啊。启功，杨广聪明能干，颇得皇上皇后的垂爱。不过杨广与太子、汉王、公主的友情，这朝野上下人人皆知，怎会轻易妄害手足之情呢？为争权谋位，兄弟之间自相残害，不足为怪。今日朝廷献佛，颇有蹊跷，大有哗众取宠之意呀。殿下，太子妃是浴血攻心而死啊。
殿下，皇上宣太子殿下和御医速速进殿。宇文兄，殿下，杨渊有信儿吗？他说杨素还在举棋不定啊。殿上献佛会给他当头一棒，不怕他不助我。殿下，月宫求见。快请。是殿下。不知杨素是否与杨广有牵，他与皇上私交甚厚，若此事求他相助，蒲山公，你与杨玄感是莫逆，又与杨素有交，不知能否打探虚实啊。蒲爷，杨素与公子只是面上之交，玄感不问正事，如此关系性命之事不会有半点疏漏。不过自平陈以来，月宫就迷上了乐昌公主，很少过问正事，况且他与杨广一向有戏呀。月宫骄矜自持，杨广年少好胜，这一老一少是面和心不和呀。若此事是真，他绝不会无动于衷的。要快。朝元芳，你要和我说实话。娘娘，老奴说的都是实话呀，实话。朝元芳，有朕给你做主，你不要怕。是，陛下。朝元芳，他是被毒死的是吧？是，不是啊。朝元芳，他真的是被毒死的？陛下，他的确是服毒而死了。太子，你竟干出这种事来，你的心也太狠了。那是我的亲侄女儿啊，也是我给你亲手选的妃子啊。伯母，儿臣实在冤枉啊。殿下需尽快返回扬州，以免皇上皇后生疑。其二，与皇后辞行还需一番苦肉计，以坚定废立之心。有月宫在外朝，有皇后在内朝，此事定可告成。不可掉以轻心呐。高俊老谋深算，又是太子的辅臣，此事一旦察觉，他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快快快点，快点。母后，太子他一向心慈手软，他是绝对不会毒死张良娣的。果真服毒而亡，我想那也是他自己寻死自荐而时鸩酒的。您为什么一口咬定是太子和顺夫人蓄意谋杀的呢？母后，太子是您的皇儿，您是最了解他的。不可！你们又有何证据认为不是他所害？母后息怒，儿臣也要为太子说句话。我冤枉啊！走！我冤枉了！上来！皇上，救救我！太子，皇上，救救我！我冤枉啊！皇上，救救我！救！
谁会想到，这神圣庄重的佛母竟会是一场阴谋的折面纱。在金灿灿的佛光后面，正隐藏着更凶残的刀光血影。站在两侧的一个个与善良的神色，不知老皇帝那副阴沉的脸，步履蹒跚的脚，是否已经有所醒悟。陛下，金佛入函，从此了却了您的一桩心事啊。晋王可真是贤孝之人，太子妃突然暴亡，这是走吧。看来晋王殿下果然不负良。听说臣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大孝子啊。阿嬷他从小就孝敬父母，恕臣直言。殿下，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你是说晋王杨广？不，不不，我与阿嬷兄弟情谊非常人可比啊。齐公，你过虑了。这殿下，张飞突然暴亡，此事来得如此蹊跷，臣真为皇表弟担心啊。殿下，小臣深知殿下与晋王手足之情，但殿下与晋王已四年未见呢。张良娣暴亡，母后加罪于我，是他的偏执，这与晋王有何相干？晋王前日给兄带来上好的扬州西针，价值连城，兄弟相见如同昔日啊。殿下，我已在东宫四处加强禁卫，以免贼人乱世。阿嬷，你就不能再留几日吗？这哎呀，这一年母后有病在身，阿勇这个孽子，他哪里把母后放在眼里啊？那张良娣是我的亲侄女，他居然敢毒死她。汉王亮儿和你都远在外藩，公主虽孝，毕竟是人家的人了。你父皇对母后，那还不是面子上的事情？自从那个奴婢雪雪死了之后，他对我……你这一走，我可怎么办？母后，儿臣何尝不想侍奉父皇和母后的身旁？只是永哥他身性懦弱，又爱猜忌，儿臣怕……你们兄妹感情不是一直很好吗？是的，我们兄妹一直很好，可我这次回来以后，永哥他毕竟是太子啊。这个孽子，一个能杀妻的人，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。我再尚且如此，倘若我千秋之后，岂有你容身之地？
我为什么没料到会是这样？我竟被他的外表迷惑了。哎，五妹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哎呀，哎哎，殿下，汉王和公主殿下正在花园等您呢。嗯。哎，五妹，阿摩哥怎么还不来呀？就是。哎，阿摩哥。啊，阿摩哥。阿摩哥，你看。这是我和亮哥写给父皇和母后的折子。阿摩哥，父皇偏听偏信，就阿摩哥，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。我刚从母后那儿回来。那母后她是怎么说的，阿摩哥？是啊，母后非常的固执。他的话就是法律，我再三的求情，结果呢还是被他轰了出来。结果那这折子，你都说话呀，阿摩哥。你别急别急，我们暂时不能逆风而上啊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。这样吧，让我暂时再好好想想，让我想想。阿摩哥，阿摩哥，这件事就这么办。后宫去灵府求见。好，太好了，是娘娘派人来了。走，请。是。父皇和母后对永哥是越来越不信任了，我真替永哥担心啊。驸马，哎，对了，你是驸马，明日你进宫的时候再劝劝父皇和母后吧。公主，近来宫中气温异常，一股阴风骤起，怕是有大事要举。大事要举，别大惊小怪的，我一个女流之辈是不懂什么朝廷大事的。明天阿摩哥就要返回扬州了，我看我们还是早点歇息吧。陛下，宫内上下就为太子妃暴亡一事皆口谗言太子，依老臣看来，这的确是别有用心呐。别有用心，哼！太子他肆意淫乐，与顺昭训合谋毒死正宫张妃，这是何罪？自古君王好奢必亡，他身为储君不知奉俭，朝廷阅兵竟破宫规，以金银珠宝装饰铠甲，冬至节令东宫百官朝贺，场面铺张奢华，大有天子朝贺之势，他不孝反倒诬陷忠孝之人，难道这一切你都视而不见？这与太子有何因系？哼，正因为太子礼贤下士，才有百官朝贺之场面。太子他确实是冤枉啊。冤枉？哼，齐国公，我说的哪句是假？你身为朝廷重臣，又是太子的辅臣，你不但不劝勉太子，反来圣上面前庇护，你居心何在？皇上，这……高将军，我听说最近太子府禁卫森严，刀戟林立，甚至半夜都惊了圣驾，你也经常来往于太子府，不知是何居心呢？哦，有这事？朕这几日患病身体欠安，东宫巡逻禁卫来往神秘，搅得朕是整日身心不定，夜不能眠，这非正常之举。我问你，高仆爷，难道你与太子真的有不轨之举？皇上，我……陛下，臣妾不顾宫礼私闯朝廷，臣妾甘愿领罪。
皇上，皇上，老臣我。溥业公，你不是吞吞吐吐之人，你和皇上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？皇上，爱卿，你是直性子人，今天怎么了？进来太子府，森严壁垒，如临大敌。高炯往来于东宫，老臣是有些担心。大胆，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走！是太子，放肆！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推人！进去！你们太大胆了！放肆！放开我！错！都是我的错呀！太子啊，是我的错，我老糊涂了，我有罪呀！齐公，齐公，你年事已高，不要太自责了。是啊，多么周全的一套连环计呀！杨广、杨素还有独孤后，齐公，不仅您没有想到，恐怕满朝文武也都没有想到啊！我高炯一生自认为头脑深锐，究竟我被什么迷惑住了？同胞血肉20几年，怎那样至深至爱，没有半点虚拟啊？朝廷文武是有口皆碑呀。难道真的没有天伦之情了吗？大人，不好了！一群宫廷禁卫向府门跑来。两位大人，园内有后门，赶快脱身！快！不，你齐公，快，快走！哎、快，快，快！多谢齐公。哦，快。勇哥，圣旨，太子杨勇身为储君，不思国政，奢华淫逸，谋害原配，又嫉贤妒能，恶待兄弟，在朝中党同伐异，培植羽翼，欲行篡位大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因此子不堪嗣，废杨勇为庶人。晋王杨广不近酒色，奉俭廉朴，敬上孝母，礼遇兄妹，遵守臣道，又聪颖博士，宽宏大度，自建隋以来屡建奇功，现以晋王为太子，昨日进京迁居东宫。高炯身为重臣，有负帝望，即日降职削爵，钦此。啊，陛下，儿臣冤枉啊！永哥，太子，永哥，太子，永哥，太子，永哥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可能。翊公公，长大了，我也要当皇帝。你的阿摩哥可不是凡人也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比永哥可略胜一筹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公主，我也不愿意这么想，可你想想，晋王这四年变化如此之大，令人不可想象。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呀。圣旨中说，嫉贤妒能，恶待兄弟，这分明是晋王他的谗言呐。又为什么偏偏这样巧，就在晋王回来这几天，太子妃突然病故。谁都知道，太子妃一死，皇上皇后必将会加罪太子。不，你别说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不可能。天哪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是假冤，他
这宫廷里的事儿啊，谁说的准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再说他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的。讨吉，你看那个陈国的公主，长得多像你，是不是？她真的很美。可惜呀、啊，现在是个奴婢之身。啊不，是他们来抓我！不是，不是的，是皇上，是皇上。阿黄。阿黄，乐如公主。恭请陛下圣安。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啊，您平日日理万机，难得到这后宫来，今天刚好是人日，让臣妾们也给您讨点吉利吧。哦，讨吉利，好啊，好啊。是不是的，姐妹们，听见没有？咱们给陛下和太子殿下讨点吉利喽。好，好，好。太子殿下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杨广，我可以把东宫让给你，可你为什么非要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陷害你的兄长？兄长，兄长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公平，意味着权力，意味着你是未来的皇帝，意味着你拥有一切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有足够统治天下的胆识和才能，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，是我的。
些我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！阿勇哥，乙公公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，为什么我应该得到的，却什么都得不到啊？勇哥，我不想害你，真的不想害你呀、啊，勇哥。啊，勇哥，不，太子殿下，你有，你什么都有了。可是你看看他，眼下，你我心里都明白，他是无辜的，是冤枉的。看在你们是一奶同胞的份上，你救救他，救救他，殿下，救救他，勇哥，殿下，啊，勇哥，阿嬷，殿下，你是个魔鬼，魔鬼啊，魔鬼！魔鬼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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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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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庞公，我有要事与你相商啊。哦，刚才我在街市的时候，听到一群孩子正在传唱歌谣，唱的是《杨梅落，李子生》，这肯定是余文树精心策划的，意在你我。杨广谋为东宫时，其实你我都暴露无遗。小姐，你跟我来。别怕，把在街上唱的顺口溜再说一遍。杨梅落，李子生，桃李子得天下。小弟弟，这是谁教你的？是宇文府的一个大哥哥教我们的。但是皇后是我的姨母，杨广不敢轻举妄动。而你平时又是杨素府上的座上客，跟杨玄感是至交。哎，这……哦，请请。鸿鹄高飞，一举擎。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歇息吧。林文兄，林文兄，来人，
父亲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啊。父亲，当您草草感叹人生短暂而功业未就，那是大业未成前的忧思之情啊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您从不这样。再说我们是皇亲，您不必卸甲归田，他杨广也奈何不得。奈何不得？嗯，同胞骨肉都能自相残杀。那街市上孩子们传唱的歌谣，不就是在逼我们走吗？驾驾，唐公，唐公。玉，普山公子，唐公，公子匆匆追来，可有事？小弟特来向唐公告辞。哦，公子你啊，跟唐公一样，卸甲归田了。我脸黑，有反相，又沾了个李姓。啊，听说有人行刺东宫。杨广和余文树明察暗访，弄得宫内是人心惶惶啊，你我就更没有容身之地了。太子可追查到了？哼，杀了几个替罪羊而已啊。嗯，哦，哎，这位是？哦，这是小女英玉。不愧是将门之女，果然是一位巾帼女杰呀。公子，公子保重。小弟谢唐公。长城，云和长城。